今天来挑选一下这个纱浆，因为这个纱浆呢还是要分等级的，像这种比较大个的这种，拿到市里面去卖，卖8块钱；这种小小个的，这种小小个的话就卖5块钱一斤。所以现在小朋友把它挑选好。不知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？这个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特产，叫纱浆。它不是我们一般吃的那种玉浆啊，那种火浆啊，这种是煲汤炒菜必不可少的一味，去腥效果非常好的纱浆。这个我现在要挑选好，然后明天拿到市里面去卖。这个好的呢，挑出来。几天就把它卖完了，走。